家好，现在看到的是柔性印板和它印刷的包装产品。柔性印板广泛应用于瓦楞纸箱、标签、折叠纸盒的印刷，但我国的软包装印刷长期以来被污染严重的印刷方式所占据。2017年开始，我国政府开始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，柔性板在薄膜印刷领域逐步得到重视。目前柔板印刷年产值已超过2000亿，但薄膜印刷的占比仍相对较低。我们期待借助本次进博会，推动柔印在软包装领域的应用，同时随着柔印品质的不断提升，环保法律法规的推进，企业对生产效率的重视，我们相信柔板印刷在中国会迎来进一步发展。